接下来以环保为主题来欢庆佛诞，葡萄牙佛光人今年是特别举办了一场绿色音乐会。佛光人是以回收的物品制作了表演的服装，我们透过镜头一起去看看。十厘米长一点的，我们可以贴着底部横插。一朵一朵花自己动手装饰浴佛台，葡萄牙佛光人欢喜迎接佛诞节。又唱又跳，一曲三好歌拉开帷幕。葡萄牙佛光山携手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办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，以绿色环保为主轴，表演者们亲手制作自己的舞蹈服，用塑胶片、包装袋等等的回收物点缀，每一套都富有特色。虔诚浴佛，洗涤身心烦恼。佛光庆祝佛陀诞辰，更融入绿色环保概念，唱出人间因缘，温暖活力。在监寺觉远法师带领下，为活动画上完美句点。人间卫视葡萄牙里斯本综合报道。